这么久都没找到汤谷店，完了完了，小龙女，看来栾这次可是真生气了。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倒是有个办法，但可能会让栾更生气。我们来这是为了问他问题，要是彻底把他激怒了，他不告诉我们怎么办？金币存在身上至少要多少？目前身上30万算少吗？30万一下就没了。600水晶可以换11万，从下口袋身就好。不安全。请问殷建平要跑碎片到五星吗？因为你后面剩一颗魂石就十几万了嘛，所以身上只要没有个一两百万金币。金币30万表示你根本没在生魂石，八表情符号大笑。你后面随便生一颗都一两百万就直接就喷走了。后面那个生魂石是很恐怖的，那个消速度是快。令狐活动是要打普通吗？还是打困难就好？灵脉重现那关在哪边啊？啊，灵脉重现那关，什么灵脉重现哪关？听不太懂。你们可千万跟紧，这是荒野的最深处，栾以往从不让我来这儿的。困难未接才40，应该不难吧？小赵，完成山河志，你和他们谈谈。那个还没出现呢、啊，我倒是也想，那个还没出现呢、啊，那个要等一阵子吧。不听劝阻的，如此，便只能硬闯。那个你要看那个是不是进度啊？爬树忘记爬树要几爬树才出现的，蛮后面的。10、20就要6万，3个种30万，最多生5颗。正在看熊猫，看熊猫。旧域重现活动说要先打的关卡，怕普通开荒有奖励。先打了关卡就会重现，关卡都还没出来啊，关卡都很慢出来，都大概要下个礼拜之后才可能。好的。就会重现的关卡，大家都要开完二十天左右才跑出来。人家可久等了。所以说那个关卡都不用急，那个都很那都到很后面。首次通关会有奖励吗？首次通关。啊，什么东西的首次通关？就是王冠的普通。索大安安。王冠的普通。神罗共此破。神罗没就是一样，就是 拿那个材料而已啊。应该是说爱弟弟帮熊猫的实况主。地方熊猫。士兵去。有你了，到我了。谁敢放肆？不是，是吃的熊猫刚起床，好饿。索大今天会打创明吗？今天我自己不会打，因为55我打不过，我少比你。一直拿不到绝魂石怎么办？还是要升？还是要升啊？还是要升啊？还是要升啊？因为你不升，你关卡就卡住了啊！啊，你关卡卡住，你更不可能拿到绝魂石。就凭你？你不生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了，就卡一直卡在那。会有路人创命带人吗？路人创命带人可能会有，可能会有。欸、这大殿何时出现？有些还是他还是会那什么、啊？我不说了吗？要打那个名声，能自己跑动的。所以说人数多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。不管他是怎么跑动的，有些人他要拿名声嘛，所以你会遇到要拿名声的人。所以你就带着我们一起进了这荒野最危险的地方。路人创命带55过的，若是栾看不下去，便会自己过来。要名声吧，嘿嘿。